程技术与精良设备相辅相成，方能缔造辉煌。1996年，台北市立万方医院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委托台北医学大学办理，秉持品质是万方的尊严，坚守以病人为中心的检验服务，结合自动化流程整合系统，全策全力开创医学检验的璀璨时代。好的检验品质是优质医疗的起点，医学检验科作为辅助医疗诊断的核心单位，实验室中每日需进行高达400项的检验项目，涵盖血液、尿液等各式检验的结果报告。面对庞大繁琐的检测项目，万方医院携手检验领航团队宝吉企业，于104年起，从软体和硬体双管齐下，长期专注在提升检验作业流程效率与报告准确度。111年，万方医院医学检验科荣获 SNQ 国家品质标章智慧医疗类奖项，后更精益求精，于今年度113年全面升级环境与硬体。检验科将流程划分前、中、后三阶段，精心规划崭新动线。自民众踏进检验科大门，一趟自动化检验旅程随之开启。透过实行人潮分流、快速报到，搭配自动备管机、智能抽血柜台与 Tempus 超高速传送系统运送检体，完善后勤作业，提升检验效率，让医学与科技相辅相成，把关人们的就医体验与健康。从分到秒缩短进程，万方医院精准接轨全球医疗前沿趋势，跨越旧有空间限制，以 Tempus 检体超高速传送系统及柜台桌下轨道并行，流畅串联门诊、急诊、病房与检验科四大区域，打造全方位智慧医疗场域。同时导入获得美国、欧洲、台湾等多国 FDA 认证的检验耗材，严谨对待所有检体，为每支试管背后代表的生命保驾护航。创新、卓越、关怀，检验科秉持万方医院的核心价值与宗旨，投入 STARS 智能实验室计划，订定智能检验、精实流程、新颖设备、快速传输与精准报告五大方针，透过 DMS 报告辅助系统与 DSS 报告决策系统，严密侦测数据与疾病征兆，第一时间提供数据完整、资讯详密的检验报告，辅助医师精确诊断，让珍贵的生命焕然一新。诊疗先锋与前瞻科技交汇，协同呵护每段健康人生，万方医院全面提升民众就医感受，更让医检效能提升，聚焦于服务第一线，成为提高医疗产业脉动不可或缺的推手。万方医院积极展望未来，追求生命与医学的升华，迎向医学检验领域的崭新时代。